南瓜授粉啊，这个要早上。你看底下没有小南瓜，这个是公的，摘下来，让它去碰那个。你看这个有小南瓜了，这个是母花，然后要把那个花瓣摘掉，花瓣摘掉，剩下有看到那个花粉。你看，你看到花粉，花粉呢可以直接涂啊涂啊涂啊。哦，你看有，你看花瓣呢掉了很多花粉，你们，我左右手大拇指附近，你们这样碰碰碰碰碰，然后花粉呢涂在那个母花的柱头上，可以用这个了，这个用这个来涂啊涂那个母花的柱头，你看。用那个公花的花粉来涂在那个母花，有没有？涂在那个母花的柱头上，要白天，早上哦，早上授粉比较容易成功啊，细胞还没有坏死。太晚的话，下午的话，可能细胞都坏死了，花粉的细胞坏死了，再来涂了，可能就没有效果了，有没有？要涂在那个柱头上。授过粉以后，用草包。用草盖下，避免那个蜂来叮啊。有人会套网袋的，套那个会透光的网袋啊。你看，你看，太晚来的话，那个花已经快要碎了，所以要早一点。有没有看到？看到母花，然后那个公花的柱头。公花的柱头要在这样上面这样涂，这已经刚刚授粉了，所以花粉不太够了。它这个有时候蜜蜂也会来，这样涂了哈。公花的这下面没有小南瓜了，那就有花粉了。原来这个有小南瓜了，下面有小南瓜，有没有看到？它这上面的母花柱头。在柱头上这样摩擦摩擦，把那个花粉涂上去。要早上哦。要早上来授粉，细胞没有坏死。再做一次啊。有没有看到花粉很多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花粉很多？摘下来以后，跑到这个有母花，有母花的位置有没有？在柱头上这样摩擦，在柱头上这样摩擦，有没有看到明显看到有花粉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明显看到有花粉？蜜蜂也会来吃了，蜜蜂也会来这边碰，然后蜜蜂碰公粉、公花花粉，然后再到那个母花的柱头上爬，它就会授粉了。蜜蜂帮忙授粉，授粉以后用草盖起来，避免那个蜂来叮，也可以套那个网袋啊，大的网袋，透光的网袋比较好。一阴一阳之味道，你看，阴的是母花，阳的是公花，你看要有人工授粉。要早上来授粉，才容易成功，细胞还没有坏死。